먼지 도토리. 是有什么事？还有什么事？我看你这么辛苦。吼，平时累得跟个狗一样，都不见你来安慰一下。说，是不是想要钱？喂喂，哎，哦，说这种，我要钱干什么？那么乖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继续锤吧。哎，陆神，我最近听说村里面的谣言都在咬你哦。什么谣言？ 他们说你抠，不给你花钱我花，各种说你的坏话，但是我的无所谓的。哎我的妈！哦，来，拿一块钱去给他们看炫耀一下，我们什么家庭啊，能让他们说完？好，那我去了。嘿，给我的爱，看你用谁敢说我？你，嗯，给我的锅子，好冷。